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石老师呢录这个视频，主要是庆祝母亲节的。如果时间没有算错的话，我的今天的视频刚刚好发出去。我希望呢今天的爸爸会参加这个视频活动，好吧？因为今年的母亲节呢和往年都不一样，我们又不能出去玩，也不可以出去吃饭。大家虽然在家呢，但是做工也都蛮辛苦的。我给爸爸布置三个任务，好吧？第一个，早上呢给妈妈发一条感谢的信息，然后准备一个简单的早餐。下午的时候呢给妈妈泡一杯咖啡或者美露，然后让小孩子啊在安全的情况下端给妈妈，比如说妈妈辛苦了，妈妈我爱你。小朋友们呢，现在我们先来学一首儿歌。唱完这个儿歌呢，我们才来给妈妈一起亲一亲抱一抱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学习儿歌吧。妈妈我要亲亲你，嘟嘟巴兰巴巴里的嘟嘟巴兰，嘟嘟巴兰巴巴里的嘟嘟巴兰。